这组拍摄于1936年12月的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全面抗战前绥远战役中晋绥军部队的情景。绥远战役又称绥远抗战，是全面抗战前晋绥军傅作义部与蒙江伪军在绥远中部的地区性战斗。这场军事冲突中，日本方面使用了少量的地面部队和航空力量，但最终战争以晋绥军大获全胜告终，这也是当时大背景下为数不多鼓舞国人士气的胜仗。这是一个关于抗战的历史频道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观看更多抗战历史长视频讲解。